早上好，今个吃的是豆浆泡油条，还有油炸糟糕。豆沙的啊，不是你枣泥的，枣泥的。还有糊的。煮了三包水饺，多少个没有数，不知道。樱桃，18块钱一斤。
今天吃饺子、可乐鸡翅，还有虎皮青椒。烫嘴。速冻水饺，不会包。那少了鸡蛋糕，里面是带那个鲜奶油的，特别松软。蛋花酥。特别松软。有肉松，豆沙，蛋黄，椰子黄，这个是那个绿豆馅的那个面包吧，特别松软，软到不行。这是绿豆糕，超级松软，受不了了。特别松软，
个桃酥。